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在吃鸡里，武器种类很多，并且属性也各不相同。有些武器让枪法差的玩家用起来，反而会害死自己。下面要说的就是萌新最应该远离的三把枪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第三名 ，M16A4。M16 由于没有全自动模式，本身就不太适合萌新和二指玩家使用，并且它的三连发射速还比其他步枪要快，掌握不好节奏的话，三连发很难压住。很容易人体瞄边。第二名 VSS， 不少萌新由于自封老六，因此就很喜欢捡它使用。实际上 VSS 的威力很低，而且弹道也很不稳定，即使是高手也很难用好它，因此萌新更应该远离，不然很容易被敌人反杀。第一名信号枪，对于萌新而言，信号枪是把非常危险的武器，捡了信号枪使用，很容易遭到敌人抢夺。如果技术不好的话，反而会让自己沉河。小伙伴们，你最喜欢捡哪把武器使用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